孩子们，妈妈给你们买了奶酪棒。宝贝们都睡着了，我先放在这里，等你们睡醒了再吃。我才没有睡着，我最喜欢吃奶酪棒，好甜啊，好好吃啊。姐姐跟弟弟还在睡觉，我把他们的也吃了。小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哦，那样他们就不知道是我吃的。我继续回去睡觉了。